是鬼啊，没听说过 Cosmic King。 你看这人在干嘛呀？Content to build your brand? Easy. Get the all-in-one plan from Shutterstock. A flexible... 这种事就像你这种漂亮的是因为都躺了数字给我，我让他去换了，好，态度也不好，我才说他几句。当时我喝醉了，情绪没有控制好，那你就说了，才说那句话。Bersama You Mobile, dapatkan peranti 5G baru yang gempak percuma dan padankannya dengan pelan You Postpaid. Kini lebih... Distraction proof ironing with our unique Philips Optimal Temp technology.摄影师的视频给我。竟然有这种事啊！我怀疑这个人想要毁那个人格，一定是想要拆散我。谁会做出这种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会不会是日本？不会吧，他人在国外。也许他放不下，想要监视你。反正这事情不重要。这个人只是白费心机，我怎么不想？你不觉得那会做出这种事？你喝了太多酒，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不小心说错话，做错事。那万一他喝了酒，控制不了情绪，骂你，甚至打你呢？不会这样的，就那么相信他？我干嘛去针对你？我不是相信他，我是相信我。